欸，找到，我刚才找我的行动电源，手机还没电。欸，我机器人超噪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我机器人，但我机器人真的超噪，噪到靠北。早，早起。爱一个人就是要包容他的全部啊！你不是也有女友都订阅 ME 的艺人了，当然要都听 ME 啊！包容他的全部这种话就是个屁话，妈的，我才不相信你为了你女朋友，你会整天想要吃她的大便，干，屁话，我听不下去，就是听不下去，没有什么好解释的。气真小啊，干你娘，勾他、啊，我妈准你踢哦，我勾他了，我勾他了，我勾他了，害怕就好了。The magic calls to me. 我傻逼一定没想到，在那边菜 T Q 李星是不是？这点程度那边真的是在闹哎。我想这一手会不会静音？我是不是看错？那魂 buff 怎么在这个人身上？哇，不妙！到底是谁说要吃对面家的啦？哎、啊，我们走 AD 怎么死那么快啊？你不两等吗？你的技能嘞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他没有两等、啊？他不吃到红？我感觉他没有买打野刀。拜。接下去哪？接下去哪？累呀、啊！对，我们看起来都不太会玩啊。哎呦，我本来没打到。白痴，李星，他第一滩将六鸟直接被六鸟打死，干超好笑，靠北啊！打不赢、欸，别闹了，还打我的配得过、啊。你被 poke 大师哎、欸，小兵就还没有给你可以给你剪尾刀，你到底在 poke 大小？哦，我每路都赢哎、
我现在勾谁？我们家 ADOS 啊，怎么勾都不好，大家治愈好。雨轩现在好废哦。觉得拉过来会输哎，怎么想都觉得会输啊！干，我都不来，我才不做。哦，好像是有遇到一个葛雷夫啊，超级凶，他看到什么就是摇杆往上扳，硬往前走，就派，派到不行，然后超级无敌痛，我不知道他出什么装备，有够痛啊！看起来是全村物理致命，有够痛，痛到不行。他看到谁就是摇杆往前搬，从来都没有跟你演的。我是玩卡莉丝，要么就我杀他，要么就他杀我，互换，超痛。阿葛这样应该是蛮给力的、啊，还是没有卡莉丝那么猛啊，还是更白烂一点。哇，选个机器人然后对人家稳农，这一定是搞出了些什么。机器人稳农，啪啪！被 poke 冠军呢、欸？假如有办这个比赛，比谁被 poke 次数多，他一定第一名。不要不要听到这个，我要听音乐这个。我靠！这首也太大声了吧！没得打，完全没得打，他血太少了。对面江狗有出来过五等。十五大哥的，十五大哥的，十五大哥的。推进去一点啊，推大力一点啊，然后弹回来啊。不然你这个推兵方式，你不推进去一定爆、啊。漂亮，啊，拜了。不能怪我、啊，他是 AD 啊！不能怪我、啊，他是 AD， 我当然卖啊！假如他是个什么中路什么之类的，我可能考虑救他。可是2017年了，没有人在救 AD 的。2017救 AD 这是史上最蠢的决定啊，绝对不救。离心已经死三次了，酱油味出来了。好，让我六等啊，六等我要闪人了，可以再下路一点 feel 都没有。赶快让我六等，靠背啊，想屁哦。快点，你赶快推了，我要六等了。来自，拜拜。干，十句出了，这时候出十句。天哪，好想打十句哦！走开啊！
哎，我又上路了。里面很害怕哎，躲这么里面，不会对你怎么样的啦，出来嘛！干，你们来果断一点！啊，果断一点，他就死了。他被弹起来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动了，他往那边飘。他刚弹起来的时候，他不是正弹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往那边飘。干，不够果断，我的命就死在我的不果断之下。被单杀，怎么可能会死啊？到底怎么死给他们的？到底怎么死给伊泽瑞尔加索拉卡拿的闪现嘞？好，不要理你，拜拜，拜你。你到底他妈的为什么需要人家帮你啊？索拉卡而已，你怎么可以被索拉卡加上伊泽瑞尔欺负啊？到底怎么办到的？你天生神力是不是啊？干，我跟你讲，你怎么不需要帮忙啊？那么浪费我时间，气死哎、欸！干嘛啦？到底叫我下来干嘛啦？我走了啦，掰啦！不是，你就浓啊！你也是无人，哎呦，痛哎、欸，爆一大波哎、欸！刚刚那 AD 没过来吗？感觉 AD 没过来，然后飞尸没逃掉。是的、啊，是我被虐杀，被虐杀哎、欸！他们在吃。他们一定在痛。我去玩 AD， 白痴，我就是排 AD 进来的。变蛇破，我也都不想当蛇破，你知道吗？风凉话一哥哎，可惜可惜可惜。对面伊泽瑞尔装超好，别闹！他的装备不出之前是没有办法赢。
冰激凌在混分呢。哎，在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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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？混！你想要拆我的眼？是专金丝，别秀了啦！我还以为你秀出来多大颗专金丝，你别人笑的、啊。我觉得也被看到了、欸，我刚进来一定没看到，百分之一百，我觉得被看到了。不错不错，还是可以嘛。刚刚是匿名交闪吗？还要用 Q 看眼，好猛。虐！我们除了 AD 死了四次以外，其他人看起来都像正常人。除了 AD 以外，其他人看起来都超虐。来助攻路就好了。这么虐哦！哇，他没看见我。不知道为什么他没看见我。前一直路都往前飞，凶！要拿中路的小兵的经验，分一点，分一点，分一点经验，谢了。B B A B A， 往往久等，往往久等。对不起，开玩笑而已嘛，电影上而已，妈的，气到不行哎！没有，我要看一下哪边有眼哦，应该有谁猜哦。久等不了哎、欸，大腿超落后，好想久等哦！
推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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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漂亮，粘过去这条鱼，好粘呐、啊，这鱼。不错不错，这鱼我喜欢。买一洛伊不要，我天秒想玩法洛斯。伊泽抓不到啊！你没发现我从头到尾都不勾伊泽，几乎都不勾伊泽，除非我完全确定他视野没有照到。我妈的，士兵挤成这样，没看到我身上刺破的饰品还在吗？就算你是斯文，你也是得死啊！我们这个 combo 不开玩笑的、哦。靠，小兵马挡！哇，海迪！What the fuck？ 你的死法真的很丢人、欸。干，他们 AD 真的是很废、欸，真的是很废、欸。再见啦、啊，小鱼，想念你啊！哇哇、哦！我忘记我旁边那个是 AD 了啊！不妙！哇、哦！李信的送。Willy 5406，谢谢订阅两个月，谢谢你的支持两个月，欢迎回来。但直播真的没劲哎、欸，玩起来就没劲啊！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影响整个战局，我再怎么帮中路，今天我的中路只要屌送两波，他还是一样会害我输掉这游戏啊。那、啊、我家 AD 走到这个低能了，我就玩得不开心。我的老天鹅啊！好吧，中路吃亏了，继续了。哈哈，我不乖，你们玩呐、啊？
他没有把小兵射完，他刚把小兵射完就有得到。他把小兵射完，我刚勾过去应该是死。他这样还躲起来，太扯了！人家在鼻地，你们在推中，真的假的？打到人家没魔了，他赢了，哇，输了，差一点赢。他差一点赢啊！他刚刚假如最后一个 Q 一直不放的话，有机会赢。他没有被李信踢到赢的。他刚刚打到他没魔，会赢。我比较喜欢拉姆哎，比起雷姆的话。觉得雷姆没有办法喜欢上他，他前面那个行为太差。人王2月9号，听说需要花40个小时来破完，但我菲利斯还没破完。我朋友说，菲利斯大概也差不多40个小时。好吃？了结吧。没有问题啊，了结吧。了结吧。没有啦，刚刚我们没有果断，我刚刚看我们人不在，对了，阿可不在，我不敢打。阿可不在，我不敢打，买被。难打哎、欸，超难开战的、欸。
干！啊，我错，我错，我错。屁啦！中东这么扯哦，这样不死死了吧？回！最后我们补回来了哈，补回来了，补回来。前面的颓势，我们全部都用这个最后一个这个电磁大炮把它补回来了，补回来了。别难过。嗨嗨，一二。一二嗨，一二嗨嗨。这首歌不好听，带走。什么混分？我也是在做事，好不好？收尾前沿，我每次一勾，他们那个压力就越来越大啊！他的勾中的几率有30%，前面两下都没有中，这一下是不是要中了？哎，又没中，哎呦，下一下是不是要中了？30%几率，三次都没中，下一次总要中了吧？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压力都感觉出来。这里还送头。原来不需要我勾啊，原来这根本不需要我勾啊，他自己会过来送啊，你看无形的引力把他拉了过来，那李欣说不行，我的脚不受不控制，飞了过去，原来其实也不太需要我勾啊，这还不简单。有回来，相亲相爱哦，他们两个，哎呦，假，回来，还以为我不中，我刚敲到金人，太神了吧，我怎么把金人敲起来的 ？Oh my god， 好厉害哦，我眼睛。我把金人抽起来耶，真不愧是机器人，哇，不可能为可能，阻止我啊，保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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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刷卡太奶了，刷卡太奶了啊，太奶了，我还是乖乖在那边死气。
什么监听机器人送的哦？干，我死的比我们家 AD 少啦！乱讲话哎、欸！妈的，但是你们都不怕明天就要上，明天就要开庭了，是不是？你看他就有压力哦，会怕哦。他没有压力，他根本不怕。哇塞，他怎么可以这么不怕嘞？他也太没有压力了吧！能这么没有压力，他的人生也过得太好了吧？真棒！我也希望有个这么好的人生。干他的！我来了，不要担心，我来了哈，队友。担心一下，你他妈的你都不担心，你也是蛮了不起的。我要回家，不理你了，妈的一群废物。放个伏笔。怎么了啦？这波。怎么浪费你复活甲？你自己过去送怪我哎！靠，撞很小！你打屁呀、啊！我真他妈被你气死哎、欸、你！你知道为什么我之所以还健在吗？他妈不对，你这种低能儿干！不是他妈杀奶吗？你又不杀？为什么？靠你们了！八秒，两秒，干！为什么打八龙啊？完全不能理解！天哪，干嘛打八龙啊？没办法理解八龙扣。有人能够理解八龙扣吗？有没有键盘精英的妈的出来解释一下八龙扣到底是啥小？哦，我队友都他妈头撞到的感觉啊！